大家好，我是刘丽仪 Bernadette， 欢迎来到我的人生画图。这个是最后一幅，第十幅的画，画名就叫做 Glory to God， 愿荣耀归于上帝。我初初想，愿荣耀归于上帝是怎样表达呢？我不知道怎样画，但是后来我想起神的荣耀在这个庞大的太空是神的创造。于是我想着，不如画太空里面的星了。圣经里面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于是我就动工画太空里面的星宿，太空里面那些 gases， 还有很多的不同颜色的星，也都有红色、蓝色、白色、绿色、黄色，都有有很多无千无万的星，是代表神那个的创造，祂的荣耀。还有神也都是烈火，所以我加了一些烈火下去。 Audrey 是叫我做妈妈，叫我做羊妈妈。她在这里住了四年的时间，但因为这个 pandemic 的缘故，她在家里做也都没有这样的需要去租房住，所以她都是搬回家跟她自己 parents 住。她临走之前，她都很不舍得，我都很有点不舍得她。她跟我说，她说你是我的羊妈妈，你永远都会是我的羊妈妈。我是因为这件事我就遇到你，神是通过你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大救赎。我的信心 My faith is very much anchored in Christ。 他家还有几个的弟兄姊妹，计埋他一共有五个弟兄姊妹，还有 parents， 还有他一个哥和一个嫂，阿嫂又有两个小朋友。我希望神是会为到Audrey 是预备他以后的道路，是通过 Audrey 神是会 reach out to 更加多的人。上一次那一集，那只蝴蝶在个蚕茧里面是出来了，但今次那只蝴蝶已经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那只蝴蝶在哪里，大家看不看到啊？隻蝴蝶在哪里啊？隻蝴蝶就是在这里啦。这隻蝴蝶呢，就是 Audrey。 她由一条大蚕虫，一条可怕的大蚕虫，现在她是变了一隻蝴蝶。在她的生命里面，我是见到很多的改变。他先前那个的傲慢，他对人那个的不体会，但是现在他是变成一个很 caring 的一个人。神很明显在他生命里面，在他心中是作工作，慢慢将他改变过来。神藉着 Audrey 这件事对我有很多的教导。我先前也都不明白什么叫做爱，现在已经知道爱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。爱不是一个感受来的，如果靠感受实在是太过儿戏。因为今天我又会这样觉得，明天我又不会这样觉得，这个太过靠不住。神爱我们是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，当时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他自己都很害怕，他要受这么大的痛苦，但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在我们还未知道领受他们的爱的刻中，他都已经为我们死。我们作为他儿女的，就要学怎样去 love the way Jesus loves。十幅的话就是要讲我这个的阶段，由开始空虚混沌，
什么都不知道的阶段跌了入幽谷里面。由幽谷里面见到天使 Mr. David Karam， and then 见到天使之后又见到 Audrey 这个人叫我在爱的功课上面要走这条十架的路。经历了之后我成为一个改变了的人。这条这么大的虫茧是变成一个蝴蝶，你可以说是 Audrey， 也都可以说是我来的。但是终结一句就是要说一切的荣耀归放在上帝的面前。